终南阴领袖，积雪浮云端。最近雨水太多，从山外回来，被子已经发霉了，可惜这一口袋面粉。请来三名帮忙拆掉了屋里的大炕，太大不规则，同时有些占地方。大叔说，建造不易，拆容易。终于清理完了，窗户很美，可以放一张书桌在窗下。